嗨，老婆们好呀！嗨，老公们好呀！你都在说些什么？不是说好这是我们两人间的秘密吗？哎呀，这种生活也太没滋滋了！让我想想，今儿晚上要翻谁的牌子呢？啊！嗯，我刚才不是在房间里吗？这里好深好火呀，这是平姥姥好心给我做了系统升级吗？哎呀，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，吓死你了。说起来，从刚才就感觉胸口比以前重了好多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大小，还有这身衣服是怎么回事？哇，从自己视角看上去也太色了吧。平姥姥这个技术升级可以啊，那是不是以后我可以随便捏脸了？让我想想，是捏个新元结衣呢，还是捏个乔帮还贷呢？好纠结啊。暴战军，九条大军与反抗军方才激战于明追滩，我军大胜。嗯，你是谁？你怎么跑到我家里来的？啊，等等，我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属下南奥杰仲才藏。什么玩意儿？说起来这个装饰风格，那这么说我成雷电将军了？不妙啊，不妙啊，不是昨天才跟北斗姐约好来到期的吗？怎么突然自己就穿越过来了？平姥姥再怎么升级也不会突然把陈和虎变成雷电将军模拟器的吧？除非我是在做梦。对呀，应该是白天想了太多到期的事，不知不觉连做梦都变成了雷电将军。让我来试试。拒绝了我。不妙啊，不妙啊，这不是梦啊，这成雷电将军了。冷静，仔细想想，我变成了雷电将军，那不是可以省去中间的步骤，直接看他的回忆了。对啊，让我看看，这就是雷电将军的系统吗？总感觉好奇怪啊。我看看，应该是这个。雷光闪过之处，便会投下影。我。妙啊，妙啊！这雷电将军怎么还是个苦大仇深的主啊？怪不得又是锁国令又是严守令的，这人该不会是个心理变态吧？不过看来节奏爹爹的应该也不是他了。嗯，暴将军，余仁仲女士求见。女士，莫非他们又来到期抢神之心了？那我正好试试这个雷电将军到底有多强。将军大人，关于我们昨天商量的事儿，这一道是为了温迪。这力量简直天下无敌啊，我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没人拦得了我了。我想飞到天上去，去呀去放呀，给我心。 2000 years later。 卑微的蝼蚁，你可知你面对的是伟大的御剑明神主尊大御所大人，这无响的一刀你可接得下？无念断绝。世界拒绝了我。真是奇怪，怎么感觉力量变弱了，而且自己做食物的时候还老是失败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我的身体又回来了？不，这是你的意识空间。意识空间？准确的说是这副身体的内部。我是这副身体的管理员，你可以叫我将军。谁？你就是雷电将军？不，我是那位创造出来的人形魔偶，他将自己的意识寄托在剑中之后，就把身体交给我托管了。那这么说你是个 AI 咯？什么 AI？ 你的意识和将军意识交换了。哎，那不就意味着？没错，真正的将军现在在你的身体里。完球，那按照日程表他肯定会搭上北斗的船回到期来的，那样的话我拿着他身体做的事情不就全都暴露了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没什么，那我还要和他换回来吗？这是你自己的事，我被设计出来只有一个使命，维持永恒，不管我的宿主是谁。那我要是做了又为永恒的事呢？你也会被消灭。顺便一提，过度沉迷女色和甜食也是为你永恒之事。话说就这么一直当雷神好像也挺爽的。嗯，如果他真的回了道气，不如先除之而后快，这也是为了维护现在的永恒啊。
哦，对了，账你们帮我结下，走得急没带钱。你们以后看清我们几个的脸，我们来了就是御驾亲征了，谁管你们都不好使，明白了吗？那小树林挺能藏啊，全是人。撤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把他们全打败，我雷电天下无敌呀！啊，我这是，他们全都死了。永恒，必须把。此刻不对，永恒真的就是对的吗？永恒必须被贯彻到底。妈妈呀，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，反抗军打进天守阁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不是昨天才被我打退了吗？反抗军中有一个金发女武士，身手不凡，您快去看看吧。嗯，难道是她来了？我操，什么情况？好歹等我说两句话。谁？开门！你想怎么样？这身体还你便是。と、あなたが私のマスターか。呆猫，你他妈！